渗透了我的衣袖，你我都沉默了许久，不该说的话你终于说出口。拥抱过后你转身就走，我笑着说再见，心却在颤抖。我已没有勇气问你离开的理由，想说声爱你已很久，可我从来都没有。以前我对你不够好，我也很难受，只怪自己当初没有抓紧你的手。失去了你我才知道你有多重要，现在说后悔也没有用，虽然很痛，只怪自己当初没有将爱说出口。现在想说声爱你，已找不到借口。失去你以后，我连呼吸也好难受。其实我什么也不用说了，希望以后你能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。好了，自己多保重吧。可惜，可惜，拥抱过后你转身就走，我笑着说再见，心却在颤抖。我已没有勇气问你离开的理由，想说声爱你已很久，可我从来都没有。只怪自己当初没有抓紧你的手，失去了你我才知道你有多重要，现在说后悔也没有用，心虽然很痛。只怪自己当初没有将爱说出口，现在想说声爱你已找不到借口。失去你以后，我连呼吸也好难受。虽然很痛，只怪自己当初没有将爱说出口，现在想说声爱你已找不到借口。失去你以后，好，石头至少连呼吸也好难受。好，海一点至少好，好，小凡至少好，大树的至少好，西西的至少好，无聊的举手。好，法布斯的举手。法布斯他是不是？对。马甲，马甲被干掉，三票。对，反正他已经。三票。天黑请闭眼。天黑请闭眼。好，天黑请闭眼。杀手请睁眼。杀手请睁眼。杀手请杀人。杀手，凯文回过来，记得看中央一台。杀手请闭眼，杀手请闭眼，警察请睁眼，马甲，警察请验人，警察看手势，警察有三秒钟思考时间，一、二、三，警察请闭眼，这一局死掉的是我们。三中的一位年龄就是比较大的人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没遗言，大叔没遗言都没有了，大叔没遗言，没遗言了吧？刚刚马家都没遗言，不能提示了。对，西西请发言。然后，而且像这位老大叔说的，其实他就比我大一岁。大叔说的，然后。
他那个他为什么已经跳井，在跳井的情况下没有查他，所以的话他是警察，还是警察的对吗？所以他是杀手的情况是非常的大，因为杀手不可能杀自己的。现在在大家没有这么专业的情况下，当然在一些比较专业的情况下，杀手也可以杀自己。如果这在这种情况下，面是杀手的情况，那个情理是非常之大的，情理非常之大的。我发现我是压力的啊，还是有点道理。他也很大，他也很大。然后怀疑我了，你好人的。大概在他三个之中可能会有一个。请记住，请记住你这样说的话，你看投票的话，请。欧巴他太狡猾了，他就要杀自己人，说他也是杀手。其实欧巴也是杀手，因为刚才闭眼的时候，他的手已经转到我这里了，他已经露出来了。而且欧巴太狡猾了，他竟然指自己的人，这个太狡猾了，这个很好，值得学习，这两个肯定就是杀手了。我也是在偷笑。杯酒，叫品酒。阿草，我今天，阿草，今天，哎呀，你爽死了，你爽死了，好幸运啊！阿草又是你，你位置坐太好了，快过去，记得拍。我们换掉啊！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。没有，这个是杀手，特别好。阿草，做这动作就好，真的了。完了，你要了，被定了。递给右边，故意把这个拍了。再递给右边，这样蛮烦人的。如果让你这样，现在当小毛毛，我喜欢他。太假了吧？喜欢他什么？吃完白衣服全部放过去，你这个不是脱掉了吗？其他人毫无优势说了吗？有选？当然自己选的，好不好啊？自己选的。这个好，别人。他刚才是，你要换过谁吗？我是确实白的，现在白的出来。我也白的出来，我也白的，我永远是白的。黑的，豆芽。白的黑的，刚才白的，黑的出去的，黑的，没有，红，黑白，黑的，没有，一样的，没有，大家黑白配，白的，小心手背，石头剪刀布，啥？我赢了，又是你。听老师，这个问题，不然你问我就死定了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了。只能真心话吗？嫁给我吧。过来拿，过来。帅死了。花，跪下。啊，男的都趴下。再坐，再来。女的都趴下，都趴下。女的趴下，男的趴下。男的趴上去了。上来。男的站。完了。徐飞，可以了吗？我这是要六个茄子，算了，萝卜跑了，少了掉了。你要一单多少？手速回答。啊，一单多少？三个。这个嘛，这个也可以吧。一个加一个等于这个。如果算是不好，我这样子吧。太苦了吧，还饿。最后一单等于多少？好，从我这里大家一二三，把手举起来。啊。男主角的话，你不能找太久的。